在这边看到这应该是蛮特别的一个巨人总部，不知道你第一眼看到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？我们这边其实看起来蛮年轻化，colorful。其实我们可以往后站一点点，我们看，其实我们这一次的竞选总部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棒球场的概念。哦，棒球场，大家有看过打棒球 baseball？ 那那边是一垒、二垒、三垒，后面这边是门垒。那为什么是棒球场呢？因为耐心人他非常喜欢棒球，他认为棒球运动是一个非常注重玩乐精神的运动。好、哦，他其实小时候耐心人小时候打过棒球，还好他打的棒球打那么怎么好，否则接下来就没办法走了。他小学是捕手，我们希望讲说我们目前的状况，蔡英文是投手，所以现在投手蔡英文把球丢给我捕手耐心人接到这个球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接棒。所以现在庆德就组成了我们的台湾队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台湾队，一起来听台湾。所以我们这次主要的一个就叫做听台湾。请各位大概往后转看一下，我们这次的主视觉是听台湾，下面三个中文字听台湾，那个一是一样，听台湾听台湾。就像下面可以看到山，这是玉山，我们这座护国神山。听台湾听台湾，就像这个玉山，保护了中间，你看它上面有一个地，台湾的地，所以就像玉山在保护着台湾一样。我们大家一起团结努力，一起来听台湾，就像我们的护国神山玉山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投影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在这边看一些机制，就在这边看。那后面这个面板其实是我们当初耐心人提名小美琴当副总统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里开记者会，这个概念上的一个投影。那再往这边右边的右手边这边看，我们主要是希望台湾能够成为亚洲的一个民主伙伴，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是 MVP 和解放队，所以我们要做民主的机器。我们相信唯有走民主的道路，全世界其他国家才会支持台湾的民主。这边还有一个部分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互动的部分，可以说我们在这边做一个互动的球。嗯，好诶的球，然后你可以先上选择你的浅颜色，然后先上的你把这个球丢出去，那请你会接住你的球。对，那待会上面我们知道大家可以来一下。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上面这边其实是我们的耐心人赖赏于我，我们耐心老师叫他叫赖赏，然后我那个我就是他的狗，叫做陆可。然后之前他请了大概九个插画家帮他画那个陆可互动的戏，然后画到学院来。所以在这样的九个插画家上面，同时画了一个台湾和日本的90度的地图，来呈现说大家一起来拼台湾。待会我后面我们在我们的小路上面来拼我，大家注意看这个拼字。那就是台湾大家一起拼，大家一起打拼保护台湾，同时开始哦。好，开始。这个。对。那你选一下这个球的颜色，六个颜色，看你喜欢。这个浅浅的绿，只有深的绿，浅浅到浅浅的绿。那、你如果不喜欢，只有爱，他就跑，你就自己开。看你喜欢哪一个。小党。下一页。一个站了。看你喜欢哪一个 slogan。另外一个站了三。是啊，好，自由，好，下一页，五万，然后哪一个？哎，这个是我们最标准的，签名吗？那你写。签名完成。好，你要拿出去了，你要自己按还是别人按？可以自己按，你看到我按的时候，对，按那个，好，出去了。守护台湾，民主台湾，听好，听台湾。守护台湾，民主台湾，听好，听台湾。他是一个民主台湾，他跳的，他被你纠正了。然后就是台湾的正能量。谢谢。这里面有34个，台湾的几个？34个，34是有正，都，2020，台湾，有舞蹈，好，他们下来，
赖清德刚刚跟你发信息。幸运一点的会在蔡英文的旁边，蔡英文也有来签，应该就那个了，第二个，好像我一直都没有。2024，你台湾赖秀佩，往下抓不了。车到了，赖清德在外面等你了。呀呀呀呀呀！自由，请开门。2024，OK。好了，我们赶紧走了，上车了。